1分钟，这仨词儿必须记住，记不住算我的，来我家排队。来，长相一样，发音不一样，词性不一样，用法也不一样。第一个读作 idol， idol， 第二个读作 idea， idea。这个点儿，同学们，意思就是从这儿重读啊， idol， idea， ideal。来，同学们看， idol 就是做名词，就是偶像啊，偶像当名词的来说，它是我们生活学中的偶像，怎么说呢？Is my idol in my study and life? 你看 ，my idol， 我的什么？我的偶像，名词出现。我今天和我偶像合照了，怎么说 ？I took a picture with my idol today。好 ，with my idol 依然是名词。那么 idol 就是名词，记住啊。而这个更加简单，同学们应该更加了解啊，叫 idea，idea 叫想法和主意。我们经常说 good idea， 好主意，就是来自这个词啊。我有一个很好的不错的朋友，怎么说 ？I have a great idea。I have a great idea. 昨天他们称赞了我的想法，怎么说？ They praised my idea yesterday. Praised my idea, 表扬了，称赞了我的主意。Idea, 名词。现在是 ideal, ideal 作为形容词用的最多，叫理想的，也可以作为理想出现。我们需要一个理想的环境，形容词就是名词了。We need an ideal environment, ideal environment, 啊，理想的环境。Sam 是一个理想的锻炼方式，怎么说呢？ Walking is an ideal form of exercise， 是吧？ An ideal form， 一个理想的模式，什么模式？ Of exercise， 练习的模式。同学们来看一下， idol 偶像， idea 主意， ideal 叫什么？叫理想，学费的请打1。